现在的我不怕孤独，只怕没钱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。我听过男生三观最正的一句话就是，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他不物质，那是他的善良。Bedar uyganı, hicran da yanı, tünler sağını. 我始终相信，不管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定来得及。越熟悉的人才知道刀子往哪捅，最疼。你觉得新疆姑娘好看吗？你的眉毛会开枪吗？聪明勇敢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。就是你，为什么你有一个
近一点。我找你的时候是爆炸想你，我没有找你的时候是憋着想你。我变了吗？我变了吗？我变了吗？我被你变了，你知道吗？马云你在吗？我现在出不了门，也上不了班，花呗能晚点还吗？大哥的女人叫大嫂，大嫂哪里好，大哥最佳。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，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新疆自立法特妹，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帕特曼在这里祝咱们全国的母亲啊，全国的母亲，祝他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永远像18岁，永远像花儿一样美。今天做一个花卷吃，这个花卷嘛，我老爸太爱吃了，所以没办法，要得3天做一次花卷。花卷的花儿，大家都应该会做的。吃完烤肉呢，咱们来到了馕的世界。我爸爸最喜欢吃馕，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边的馕。OK， 这就是咱们新疆伊犁的馕，泡好奶茶可逮了。我是中华民族，我爸爸是回族，妈妈是维吾尔族。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我爸啊，爸爸打个招呼吧。这是我爸爸啊，我爸爸是回族，我妈妈是维吾尔族啊。我们是一个民族团结的一家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疆伊犁法特妹，我所在的位置是咱们特克斯县义津文化园。喜欢你的时候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喜欢你的时候，你说你算什么？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天还是一样的开。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Vay vay Halidem, bostan siklek Mana layıktın Halidem, könlüm dikdek Aldım dem karap,
Kaçınma köydüm Arkandım Karap halidem Çiçınma köydüm我生长的地方，欢迎来到我的囊坑，我攒劲的宝狼。化妆和不化妆如果没区别的话，那老娘坐在镜子前半个小时是在干嘛？许愿吗？嗯？哎，你是不是在你哭得最伤心的那个晚上长大的？不是啊。是我忍住没哭的那个晚上。新疆话子字的用法，呜，有几个小伙子骑了个车车子，驮了个丫头子，翻了个坡坡子，没看到前面有个撅撅子，翻到沟沟子里面，直接翻成勺子了吗？你和你老公吵架吗？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发脾气的人。当你们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怎么办啊？我跟他商量着来呀。你会怎么说呢？你想怎么个死法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霍尔果斯啊，霍尔果斯呢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冷的脸都快都要冻僵了。吵架吵到一半，发现对方是对的，怎么办？我是你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，用我这火火的嘴唇。今天为大家录上你们点的一首《来生缘》。是是是是，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。